会行会意。姐，你怎么还不开口说话呀？你压着我，我怎么发声啊？啊，笛子手滑。住手！再往下，你就死了。我朱颜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的，可他凭什么把我视作洪水猛兽？他的功力顶多只能算得上是一个舞枪弄棒之人。说他高就了不起啊？就是了不起啊！师父，我错了。朱颜，啊，小白师父，别过来啊！别过来！无论我出身是什么，我都可以成为空桑至高无上的女人。我不会输给朱颜，我一定会嫁给石毅。雪露，我不会放弃你的，我要同少司灭一较高下。青哥，你还有什么招数尽管使出来。阿爷，我喜欢上了石宇殿下。所以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？你会因他而喜。谢谢你，安渊。因他而忧，因为他在身边，你觉得做什么都有意思。难道我喜欢师父？你与那赤足郡主虽未明言，却情投意合，你为何不脱去神袍，回到尘世间，与他长相厮守呢？难道我真的喜欢上婴儿了？就想一辈子跟着师父，守着师父。此生能够遇见你，便是我最大的安慰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莫失莫忘莫相离，千载不变，唯此一人。